这里好痛，这里好痛！来啊，来啊，上来啊，上来啊！单打独斗，那没有人。哦，有，这机是死亡，漂亮，那是死掉了。哎，四千，四千了，四千了，没问题，没问题。力量，力量要加加。都没有感受到祭司的那个石头，右边有一个，可以给队友吗？可以看一下吗？红队的那个封石啊，或者什么的，守护封石之类的。啊、我刚有蓝队守护封石，然后好像就不是。你有什么封石可以给队友看一下？小狐狸，有什么封石可以提供？救我！救我！救我！哎，卡好！哎呦，好卡！哎呦，哎呦，狐狸没反应。被丢失明了、啊。他的阿嬷剑，阿嬷剑在我手上啊，用得很好啊。哎、欸，小狐狸，后面有一个人，小心哦，小心哦。阿嬷活得很好。大局，大局，怎么会失明？因为他们丢、欸那個，我们家好像被丢那个了，我们家战士好像被丢那个，看一下。哎、欸，没事。信物吗？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没事。哎、欸，入侵，入侵，这里。没、欸、事，好。哦，没事。战神效果快没了，撤退。主角小心哦。谁敢打你？跟我们讲。我们就拍拍手，拍手，帮你拍拍手，帮你放烟啊！来了来了！哦，好多人，好多人，全打，多很多人。哦，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哎，哎呦！前面前面，你弓箭手，那弓箭手，那弓箭手，我被射死了。哇，可惜可惜，下去。泡影枪，不要以为我没看到。哎、欸，那个想绕，那个一想过来。我占据他们的跳台。喂喂，这弓的力量感觉好弱。跳台是我的，对，很弱啊，就锋利而已。喂，哦，哇，守护奇神，这是什么？哇哇，我的血量，哇，奇神一次啊，太神啦！太神了，太神了，太神啦！冲啊！现在突破，正在突破。加里，左脚，左脚，你这个过了左脚。那是敌人哦。敌人呐、啊！有破坏他们战神。没事，敌人在哪里？哦，对对，下去，下去。我在吸引他们很多人的注意力。那、啊、至少才有这绿宝。啊、哦，没事没事没事。那我视野可以冲。对啊，对对对，有那个效果。我现在没有四十了，你们敢冲？哇！要是我要被打死，我要被打死了。哇，什么东西都不见啊！随机的，救命救命！我被挖了，被挖了，被挖了！哎呦呦呦，挖一个跑酷回来！呼呼呼呼！哎，我们家的战神没了，对，还被抓他们的，哦、打掉打掉，没事没事。小狐狸家里需要战神，哇，他好难打。哎，家里两个了，家里两个了，爆弹爆弹爆弹！加了两个人，没有上去了。对、欸、大举家里全部都是人呐、啊欸。他们趁现在，他们也在趁这次时候打、啊。发现这里很多人哦，我需要补点血。嗯，有有可以打。喂、欸，不要跑啊！不要跑啊！哇，我每死一次就卡一次。那、欸啊、你就不能死了。对，你要持续的活下去，左脚。我们的战神有了吗？还是没有？没有，现在都在家里打，所以战神如果有的话很好。哎、欸，那个挖核心的那个很痛哦。哎，挖核心那个还有战神有，战神有了，战神有了。记得加加战神。中间差不多打回来了。他用单手，他用手打，他用手打，手打面。我在你后面。这个黑蛋是干嘛的？哇，我打太远了吧？哦，黑黑的那个是干嘛？你看它的内容，它也会写一个内容。防御塔，防御箭塔。哦，你买那个是盖岛用的，还活着啊？哦，这是滴血是不是？啊，快死了，快死了！护心物，我还又在买心物。那只那只快死，那只快死了。哈哈。嗯，我在逛百货公司，哎、欸，有人跑到我们家。中间哦，有了吗？有那个死掉，那个装备很好，死掉了。到家里，我在追他，我在追他。好，我从另外我从这边绕。
哎呦，我没打到他。没关系，我在这面。好。还在逛百货公司啊？哎呦呦呦呦！哇！2020会绕哎。哦，没事没事，好多人，家里守住，家里守住了，要6000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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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大举入侵，要获胜了，帮我们入侵了，放烟火喽！我是阿妈剑呢，自主宣布胜利。哇，差不多差不多，自主宣布当选，给你。来，剩100分，冲啊，米飞冲啊，多久冲啊，冲啊！哎呦，哎，赶紧后面，哦，这个在水里的，哦，狂牛阵，牛排没了，一王先生，他全部买了，全买，他们全买了，一王不晓得现在在哪，没事没事，听到声音了哎，啊，一王掉下来，吓死我了。鱼王从天而降，大爆混乱！哎呦，他们有些人跑出来了，快快！他们自己人还跑出来，然后放陷阱。好了好了，是队友那个怨念极深，怨念很大。打到自己人不能打自己人呐、啊，骗人！不要自己人，杀人数哇！祭司杀22人，那祭司好猛的感觉哦。死亡数，你看左脚死了几次？米飞30次，米飞你怎么了？米飞，米飞怎么？米飞，米飞你不是大魔王吗？米飞，大魔王，我去他们家逛超商就被赶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米飞你杀八死30啊！我冲去他们家都杀我林哎！左者你要记得要杀人哦！我杀不死人啊！我杀不死。挖核心大家都挖不到，补核心哇！你看这祭司可以补超多。移领数，他们有200，他们好有钱，好有钱。哎、欸，我先讲一下，29是因为要买那个哦。我知道，我知道。哎、欸，好灵啊！谢谢，谢谢，谢谢。因为那个用宝箱买，用宝箱领的不算，控款。那其他的我都是捡中间的，嗯，还不错，还不错。啊，哎，米飞左脚喝完了吗？不会。喝完什么？会完了吗？会完了吗？我想说喝完什么东西？喝完了。啊，我们。中央换一下啊，星之决斗场，多多决斗，要没有要走中间喽？打架，打架，走、yeah. ，哪里？同一批啊？没有，不会打架。速度，好不好？不行，家里，我觉得家里要简单一点啊，不然他们不会走。咒病，好吧，家里咒病。好，好。深海他们更辛苦。深海真的是有够辛苦。然后分数我觉得可以再高、啊，感觉我们刚刚还蛮不错的、啊。因为主要是因为祭司的那个还蛮快的，一直加1000就蛮多的。加1000，加1000，嗯，总共加2000，两加1000啊。即使死掉加、啊、死掉直接加1000、哦、来星之决斗堂主导是咒病、哦、有人滑鼠右键坏掉哇来看看祭司是谁他真的是幸运小狐狸都是他对啊就给他嘛对啊队长会不会是繁星呢会了啦是祭司不是国王哦，对不对？意思是左脚祭司，哇！新手你怎么样？那个米飞，你看我们人一直到就知道家里在哪，好不好？家在这。左脚，你先在外面，我们先。我要干嘛？补核心。为什么我身上这么多东西？没有，因为你要活着。
真的，你这一场任务很简单，你就是活着。你这个任务好难哦。按钮你们买啊，我已经牧场我买了。压力板吗？压力板我买了。压力板。绿宝石你们买哦。好，我买绿宝。好，给我，等下给我一板就好。我可以。好。啊，我身上这些东西不会不见。你等一下再替我们介绍。对，你等下介绍给我们听。牛牛还有吗？还有，有。再前一个。来来来。好，我们先往中间盖。那你给我，给我几个压力板。往后，推到我很害怕，刚像射飞马一样。好卡！哇，你们盖一个我就卡一次。不，正常正常。上面。哎呦，有一点铁装，回归时。哎呦，我好黄哦，好可爱哦。啊！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了？为什么对面那个机制什么事啊？左脚来，你把你手上那个放上去，就刚跟上面左键吗？摔下去右键不是右键吗？对，左脚，对你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每32秒会有一个这个小核心，然后要补充。对，我身上的，是你身上的，还有什么其他酷酷的东西？刚说是道具封石哦，就是那个啦，力量封石还有守护封石。力量封石那个，守护封石好了，守护封石巧克力好了，那是康进可以提供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震什么魔枪，灵震魔枪啊！你有封石了，你可以放了，哎，不是啊，你另外一只手。对了，啊，力宝不够。阿行，别动！行商岛是干嘛的？啊？什么？行商岛是干嘛的？行商岛。嘿。哦，你可以。你放这边，你屁股翘高，然后对准那个，屁股翘高对准。哎，那个反应说话尊重哦。啊，是屁股翘高嘛？可是这样足球听得懂啊。好，然后足球，足球这边有这个开的，这边还有这个，上面也可以放。汤哦。如果你还有的话，就可以放。对，你只要看到黑曜石都可以放。哎，你有了。不是好带圈哦，所以也会有行商岛。对，因为刚小狐狸一开始有放，这边还有一个。哎，那个他们，哎，有人来了，有人来了。融入先哦。那我这可以用吗？那个？哎，我三个。我三叉戟。哎，有人在打我！等下，左脚。对，保护左脚。有。保护公主。好。哎，我三叉戟丢出去就不见了。你丢出去了？你先不要扔。左脚，你听我说，你在哪里？他在后面。你跳出来。所以我三叉戟被捡走了。没有，那是攻击的。哦。对，来，你跟我讲，对不对？你听我说，来这里，这里西瓜树回复效果。对，来这边。然后你身上那个石头，先放在这个红红的这里，这上面。哎，这个会加我们攻击力，所以这个很重要。你每31分钟可以来这里。你可以看到右上角会有那个效果，力量跟抗性效果，好不好？哎，你又有了，这也可以放一个，对，然后你被打的时候就是回到西瓜岛，哎，有一个中间，先不要掉下去。那我这些封石就不用用，拿在手上就是了吧？还是副手？你哎，被挖掉了啊！那个挖掉哦，一个西瓜来啦！持有者可以提升力量。所以我是要放副手，是不是？哎，有人力量二的效果，对，有让好像放副手。哎呦呦，我力量二。打左脚嘛，打左脚，你不要跑啊，不要跑啊！全部都一起来挖！怎么了？左脚怎么了？有人在打我！你去西瓜区，西瓜区！他把我打出西瓜区！哎呀，走啊！哎，左脚，没有，没事。左脚绿宝石那边还要再补哦。对，核心帮我们补。左脚这里，前面这个绿宝石那边先补。那里、嗯、不用放副手，16秒可获得力量二，20秒。哦，放副手身上就好了。哦，去买。不过蓝色的加分没有效啊。我守护封石放副手，他刚刚就消失了。所以不要放副手。对，不要放副手。叫什么？
他每隔一段时间会给我黄金角胶，就是给，哎，我被打下去了。好说黄金角胶是怎么回事啦？哦，他会，哎，那个风石是有固定秒数的哦。他刚刚保护我的头，哎，保护你的头，保护你的头，保护眼睛，保护牙齿。哎、欸，又来了、哦，嗯，下次就可以保护牙齿。我在看，我在看。有人在射。角胶到底？绿宝石的缺两颗。就是你要帮忙。你身上小核心吗？多久？小核心现在没有。